喜欢和我笑的人做朋友，这样和豪华物理的张翰和郭麒麟交朋友。我想问周野，如果要形容生活中的自己，会是哪三个词？简单、快乐、开心。我想问孟子义一个问题，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一个人在家做什么？看看电影呀，然后吃点好吃的，然后多睡觉。我想问辣木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最擅长做哪三道菜呢？